怎么了，宝贝？妈妈，我的脚崴了，好痛啊！怎么会崴了脚？弟弟妹妹一起救救救！弟弟妹妹，这边的水，跳跳哥哥，欺负我，不是我，都不承认是吧？今天让我揪出来，你们可就完蛋了。婉儿，是你吧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他吗？玩命啊！胆敢小气，哼！会是他推的吗？唐振阳，那就肯定是你。爸比，你不要冤枉我！居然叫我不要冤枉他！朱莉，你在干啥？那跳舞啊，你没看见吗？我以为他是在笑什么笑？哼！会是他报复的吗？李婉儿，胆子小，应该不是你。那么最后的真相就是你，唐振阳。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妈妈，不是弟弟妹妹推的。不是弟弟妹妹，那是谁呀？是刚刚我在练空翻，然后就崴了脚。你说你在这里练什么空翻啊？我就知道，不可能是你们推的嘛。我要喝奶茶，奶茶，奶茶不行，小孩子喝了晚上睡不着。重新点吧，重新点，我真的要请你们吃大餐。不喝气，真的没骗你们，想吃什么随便点。火锅，太辣，炒菜太咸，好粥太清淡。糟了糟了，还是回家吃吧。哎，这是个好主意。